天讲经讲到33页，讲实如是，也讲圣义地、世俗地跟超越圣义地与世俗地的不二，超越二地。结果各位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啊？晚上你打坐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最放不下什么呢？好像很多大家都有七上八下放不下的。请看33页。今天啊，我的速度会快一点，因为下面讲的是偈颂，所以我基本上会用白话翻译一遍，所以不同的地方我才会强调，所以请各位不要生烦恼，因为长行文他已经讲过了。希望今天啊，我会跟大家正式介绍到念佛。很多莲友有很多问题，第一个，若是跟这个经有关的问题，我会先回答。第二，若你私人的问题呢，哎，请你最好预约私人的会客时间，因为大众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至于其他的问题呢，啊，我会处理，请看33页。庚二重诵，辛一诵偈言叹二智，壬一合诵叹二佛与二智。这里的二佛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跟本师释迦牟尼佛。二智呢，是讲他的这个圣义地跟世俗地的两种智慧。或者说讲权巧方便的智慧跟这个实相的本质的智慧。请看第33页第19行。尔时世尊讲完前面的道理，讲实如是之后，为了要让大众重新了解道理，所以而说偈言。请看 C2 之一， C 是 chapter 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颂原来是没有号码的，但是为了讲解，所以我们编上号码，这样你比较能够理解。他说释迦牟尼佛这出世间的智慧呢，世雄就是出世间的大智慧的人呢，是不可以称量的，乃至于天人跟世间一切的众生啊，都没有办法知道佛究竟的智慧。第二首，佛的功德力是无量无边，没有所谓的，没有畏惧的，而且他心中从烦恼得到解脱，他有各种大乘三昧，以及通达无量诸佛的佛法，所以也没有人能够测量到佛的智慧到底有多大，或多深，或多广。请看人二，合诵二佛，试探结探。第三颂，从过去无量劫以来，有无数的诸佛在因地里都具足的菩萨六度万恨，修持各种法门，所以甚深微妙成佛的法门是很难以用凡夫的眼睛看得到的，难见难可了，是说很难用凡夫的思维可以达到的，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不可思议。第四首，于无量一劫呢，为了要行着无量的这个成佛之道啊，当他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呢，只有佛跟佛才知道他的结果。所以我这边是讲释迦牟尼佛，因为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究竟明了一切的这个境界，所以佛经讲如实之见。心二翻过来，34页第6行，诵觉缘叹二智分三，人一诵世止叹意。第五首，如是这样无量成佛的广大无边的果报，以及他种种通达实如是的种种性相意，就是前面讲的实如是呢，我跟十方的诸佛只有成佛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究竟明了。简单的给比喻，就是说佛的智慧呢，像广大如边如大海一般，我们若站在海边，
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部分呢，你就会觉得很遥远。所以有一本书说地球呢是平的，对不对？我们凡夫是用我们的凡夫眼睛去看，可是呢唯有真正呢站在虚空里，我站在外太空，你才可以看到整个地球。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就近的明了了真理以后，你才会看到全部完整的相貌。凡夫在东边只看到东边的角落，在西边只会执着西边的见地，在南边就会执着他所摸得到的东西，在北边呢也就会用北边他的智慧去测量。答案是东南西北都是只是佛大海的一个冰山的一角，这是比喻。接下来再看人二，宋觉元探二至分三。人一，人二呢现在呢正宋觉元探分三，请看第34页第15行。以下从鬼一到鬼三的科判是偶一大师没有的，我加上去的，原因是下面的记诵非常的长，我觉得至少可以把它分为三段比较方便解释。请看鬼一34页第16行，是法甚深少人能解，就说佛讲的法华经这个道理啊，是很少人能够了解的。请看六七八记诵，是法不可以轻易的展示给众生，因为它是超越了语言文字相极灭之处。禅宗讲心行道断啊，语言心行道断极灭之处才能够体会到。那换句话说，是法不可以轻视展示别人，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自私，而是说有些众生他的根性还没有到的时候，你是不适合对他讲法华经的。为什么？举个例子，对南传佛教的圣者或是佛弟子来说，你跟他讲大乘，他绝对跟你说大乘非佛说。这个从2000年前龙树菩萨那个时代就辩论到现在，所以也就不用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经论里面只相信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所以你跟他讲其他的佛或其他的佛国土，他认为那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南传的见地。所以虽然他毁谤大乘非佛说，可是大家知道全世界大乘佛法都非常的兴盛，很多人都在修行，所以并不会因为你凡夫否定他就不存在。同样的，大乘也有误解或排斥金刚乘的，金刚乘也是佛的教法，全世界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上师仁波切修持也非常的好。所以虽然你跟金刚乘没有缘，但是呢金刚乘它还是存在的。再讲的更白一点，有些学者在座的年轻人喜欢读 academic writing 学术的著作，也会问我说，从某某人的角度呢，阿弥陀佛是受印度婆罗门教跟西方太阳神的影响，那只是学者的看法。事实上阿弥陀佛在十方无量的空间，不管你信不信，他都在度众生，所以叫做是法不可涉。为什么呢？深奥道不是一般众生可以理解的。所以下面讲，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若不是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他是很难理解法华经的。所以各位在座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赞叹你一下，你是有善根的，但是不要赞叹太多，免得你的尾巴就会翘起来的，就会变后面的真上慢者。不过事实上的确能够要听到法华经欢喜，这也是多生多劫的善根。再看第七，除了过去的大菩萨，他有信心跟坚固的愿力。好，把信画起来 A， 坚固的愿力是 B， 你的条件。诸佛弟子众 C 曾供养过无量诸佛，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个法门呢？因为他在过去佛就听过法华经，所以他相信。第二，他有发大悲愿力，要弘扬或受持或流通这个法门。在后面法华经龙女成佛品以后，本来释迦牟尼佛问与会大众谁要发心弘扬妙法莲华经啊，没人敢讲话，
对不对？因为这个只有佛的境界，最后呢，只好佛用神通，然后文殊师利菩萨来了，对不对？智积菩萨呢，跟舍利佛说：“请问你从哪里来？”“我从大海来。”他说：“大海里面讲什么？”“讲妙法莲华经。”他说：“龙啊，是畜生啊，他听得懂法华经吗？”他说：“有，他们也有佛性。”那请问呢？那你听了法华经，有没有人修成真正果或得到广大的利益呢？他说有。这时候龙女就来了。这时候呢，舍利佛啊，对不起，我昨天讲的太快，说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天女有没有让舍利佛变成女生？我昨天讲的太快，因为我看时钟有点紧张，我讲成了迦摄尊者，对不起，这个说错，应该是舍利佛。舍利佛是很有智慧，但舍利佛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很固执的。所以那舍利佛就看到他，龙女啊，你8岁而已，你真的懂妙法莲华经吗？他说来，我表演给你看。他拿了一只摩尼宝珠送给释迦牟尼佛，佛当然欢喜，他接受。他问舍利佛尊者、智积菩萨跟与会大众菩萨，请问我供养释迦牟尼佛这个时间短不短呢？他说很短啊，对不对？与会大众都看到，他说你不可能成佛的。一，女人呢不能做出家相；第二，不能做转轮圣王；第三，女众人业障深重的，讲了5个条件，最后一个，女人不可能成佛。那龙女就说好吧，我就来教育你看一看。她呢转身，一转身就往南方无垢世界大地6遍中等而成佛，讲妙法莲华经。这时候舍利佛呢跟这个智积菩萨跟与会大众菩萨呢就只好哑口无言了。这个故事说明是什么呢？妙法莲华经是圆顿大法，它设3层为1层，就像我昨天比喻说，你可以直接坐电梯到3楼，但也可以爬楼梯，1楼、2楼、3楼，这2个都存在。但讲法华经殊胜的呢，是因为它呢圆顿大法。所以你不要去怀疑，你也不要听别人说，哎呀，你讲了法华经念那么多又怎么样，但是他跟法华经没有缘，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所以这里讲为什么会相信，一，有虔诚的信心；第二，坚固的大悲愿力。因为这个龙女啊，这个一表演以后，所有的大菩萨都站起来，释迦牟尼佛，我要发愿弘扬妙法莲华经，佛灭度以后，我会1000把亿化身周访无量的世界，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妙法莲华经，就一个菩萨都站起来发愿了。佛当然很欢喜，对，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发愿，所以你要坚固的大悲愿力。第三个，要供养无量诸佛，就像观音菩萨本身也是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所以供佛从哪里开始？从家里供你的佛像开始。将来你若升到净佛国土，亲自遇到了诸佛为你修持，那当然你的功德会大。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有一个叫遍供诸佛愿，到了极乐世界成阿弥陀佛的功德力，你可以一刹那到10方无量个佛国土去供佛，中午就回来了。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啊。可是其他的佛没有发这一愿，其他的佛要怎样呢？你要站起来请法，比如说药师佛他没有发这个愿，你要站起来请法，顶礼药师如来，又绕7匝，然后亲自祈请药师如来的功德，他才会用神通力加持你遍游诸国的，你是没有办法自己飞去的。所以这个佛国土跟佛国土还是有不同的。维摩诘经里面也是这样，当释迦牟尼佛跟维摩诘居士见面的时候，他问他说，维摩诘居士你从哪里来呢？对不对？他从东方来啊，东方不动如来，无动如来来。那呢他说你可不可以呢示现你的佛国土呢？维摩诘居士也是因为佛祈请以后，他才把佛国土示现给与会大众看。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功德力，假如是凡夫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从这个佛国土到那个佛国土到那个佛国土到那个佛国土的，可是登了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他就可以。举个例子，你不可能自己呢这样子飞飞飞飞飞到美国吧，你一定要搭 Singapore Airline China Airline Check in， 对不对？要很多很多的手续，而且呢不要遇到各种的无常跟意外，你才能够飞到美国的。所以你要有很多条件的，所以 A 是坚固的信愿力，二
信虔诚跟信心，二是坚固的大悲愿力，第三个要供养无量诸佛，第四个条件是要一切漏已尽，漏是所有的烦恼。住世最后生，就是在轮回的最后一个轮回生，如是之等人呢、啊，其力呀、啊、所伴，除了以上之外的人呢，其他的人是没有功德力修这个法门的。换句话说，他对这部经会有怀疑。举个例子，过年前我在台北就遇到一个莲友，他是一个教授、知识分子，他很喜欢佛法，喜欢研究中观唯识，对净土嘛有点怀疑，可是对妙法莲华经很奇怪，特别怀疑。他常跟我讲，师父，这个经文打错，怎么可能佛讲一讲经他就一入呢，入一劫啊，不可能的，这个地方错的。我说你不要这样想，你是个凡夫，你怎么知道佛的境界，甚至你也没有参加过法华会上佛菩萨，法华会上的大菩萨都是超越时空的。最后讲了一次两次，到了第三次我只有骂了他，我说你要用我执我劝去改佛经的话，你是会堕阿鼻地狱的。他很不高兴，不高兴也没办法，因为我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所以不要用凡夫的这个想法总是去解释这个合乎这个不合乎，其实你就像什么呢，拿一个我执的这个漏斗，然后呢合你的意你就接受，不合意的你还放下，其实你的我执是更坚固的，知道吗？很多人学佛都是这样的，所以要小心。假如跟你没有相应的法门，你要随喜功德，或许这部经跟我没有缘没有关系，不过将来你会遇到弥勒菩萨为你说法的。接下来再看鬼二第34页第21行，佛智甚深难测分二，子一满十方圣者不能测佛的智慧。请看第九颂，假使满三千大千世界都如舍利佛这么聪明，舍利佛是声闻众智慧最高的第一，共同的来思量，共同的来用测量，都不能够知道佛的智慧到底有多深多广。换句话说，佛的智慧不是用凡夫的脑筋可以思量而可以测量得到的。第十，正是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像舍利佛这么有智慧，以及所有的大弟子这样也满十方刹。请看己二，净声闻立志亦复不能知，在35页。第十一颂，共同的来思考，共同的度量，这么多的圣人啊，都是声闻的圣者，也不能知。乃至于辟支佛，辟支佛比声闻呢更有智慧，因为他修十二因缘而证悟的，他有锋利的智慧，纵使他已经呢断了很多烦恼。无漏是指他断了人无我、法无我，他还没有断，所以他是最后的一个轮回生。这么多的圣人也满十方世界，树木像呢印度的竹林一样密密麻麻的话，那你想想，是答案是数量无量无边，他们共同的用一个心念，经过无量亿劫这么长。然后呢接下来再看，要了解佛的智慧也是很难的。好，请看幻灯片啊，有一点暗，对不起。这张是香港大屿山，对不起，香港大屿山旁边有一个观音寺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衔接千佛殿，中间是毗卢遮那佛，然后有旁边有五方四方佛，所以是五方，那通通呢刻的这样子是代表说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啊，这样子广大无边的境界啊，是不是呢一般的凡夫或声闻跟辟支佛所能理解的。接下来再看鬼三35页第四行，佛境共思难得分二，己一欲思佛实智莫能知少分。请看13颂，他们这么多的圣人经过无量劫的时间来想要的共同了解佛实智，这是指实相本体的智慧，
圣义地的智慧，他是没办法知道少分的。纵使心发意的菩萨，菩萨有分很多种，有分心发意的菩萨、久修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还有道驾慈航的菩萨，有四种。这里讲心发意的菩萨，供养过无量的无数诸佛，然后呢，第十四颂又听过很多很多的经，了达很多很多的教法义趣，又能善说无量的妙法，就像稻麻竹苇一样遍满十方的话，那他们还是不能了解佛的智慧的。接下来己二不退诸菩萨共思莫能得，看十五颂跟十六，一心所有的不退转的菩萨，一心一意以最殊胜的妙观察的智慧，经过恒河沙劫共同来思量，也不能够了解佛究竟圆满的智慧。十六颂不退的诸菩萨是指八地不动地的菩萨，数目像恒河沙这么多，一同的来共同思求，也不能够知道佛究竟的智慧。所以答案是什么？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成佛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也请看幻灯片。这张呢也是毗卢遮那佛说法，所有的诸佛呢都能赞叹他，代表只有佛跟佛才知道佛究竟的智慧，一般凡夫是不知道的。那现在就有个问题，既然你说师父佛的智慧这么高，那我们不能够测量，那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成佛呢？答案是有一个百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的唯一好消息，是每个人都有佛性。你有佛性，所以你可以听闻佛法；你有佛性，所以你慢慢慢慢慢修的时候，当佛性显现的时候，你可以证悟佛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证悟跟修持，对不对？譬如说你今天会欢喜来听经，这是你的善根。善根从哪里来？从你的佛性显现出来。这是我们虽然说听大乘的经典，我们会觉得我们离佛才非常遥远，但是唯一唯一的所有好处是，经过你无量劫无量劫的轮回，不管你变成高小狗小猫，或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的这个轮回啊，但是呢你还有佛性。怎么说呢？华严经举一个比喻，说有个块黄金在被很多沙子或泥土包起来，纵使这个呢山崩地裂，然后这个石头一直滚一直滚，滚到河流里，河流里面呢经过常年的水一直泡，然后一直滚滚滚滚到最后变一个小石头，可是它的黄金啊跟刚开始的黄金还是同一个黄金。这样听懂吗？也就是说，当你没有成佛之前，以及真正成佛之后啊，其实你证悟的心啊是同一个心，所以这是唯一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应当精进修持才可能成佛。接下来看三十六页第十三行，人三追诵觉严禁，请看记诵第十七诵，释迦牟尼佛又告诉舍利佛，这佛呢是有无漏，漏是烦恼，无漏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断尽，而且它是不可思议。看不可思议这个思，思是一个田，下面一个心，表示你心动一个念头，你上面就有框框，就像各位看漫画书一样，有没有？漫画书里面上面都会这样扑噜扑噜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字，这个就是我们的思。你在那边静坐，你打妄想，别人没有人知道，但是阿罗汉他知道。你看这小子虽然在用功，但是妄念还很多的。你的妄念会有这个反射的，意是指语言，不能够用语言去讨论，所以佛经到最后讲到说不可说不可说，离所有的语言文字相才是究竟的佛法。那的确，因为真正的佛法它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所以《金刚经》有讲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真正的实相般若是连实相的概念也都没有了，你才会证入般若波罗蜜的。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证悟之前，这些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是很重要的。他说，甚深微妙法，我释迦牟尼佛今已经圆满具足，唯我知道这个所谓的实如是的体相，十方佛也是如此的。好，接下来再看23行己二，即诵正略开显，动执生疑。你动一个执着，就会产生疑惑。分二，更一明诸佛的显实。看18颂，舍利佛当知，诸佛的话绝对没有变异，把无异化起来。就是《金刚经》讲，如来是不妄语者，不异语者，是实语者。佛讲的话前后不会矛盾的。过去佛如是说，现在佛如是说，未来佛也是如是说。于佛所说的法，应当生广大的而且的真诚的信心。世尊法久后以后，要当说真实啊。当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有正法、相法、末法，要真正说到真如本性跟实相离体啊，是很难的。因为为后来的众生，因为业与烦恼的关系，造的是恶业很多，烦恼很粗重，就像你的心是一块镜子一样，上面有很多污垢，拿刀子啊刮都刮不掉。所以末法时代的众生呢，的确呢，对于甚深的佛法是比较难相信的，除非你有多生多劫的善根。请看更二，明释迦开山19颂，佛告诉诸声闻众及求圆觉乘的人，我为了要让你暂时得到解脱，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就像从痛苦当中得到束缚一样，所以我引导你说涅槃的佛法，所以化成譬喻品就是讲这个。接下来翻过来37页，20颂，佛以各种善巧方便力，用声闻、缘觉跟菩萨三乘教化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听到成佛要无量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他觉得太远太远了，太久了，所以他听到就说，哎呀真的，那我就放弃吧。有人呢跟他说，念嘛普贤行愿品要几年啊？一天念一遍，一年念350遍，那3000遍要10年。他一听到说，哎呀师父，那我不念了。对不对？众生呢是很懈怠的，很懒惰的，怕吃苦的。可是注意听，假如你会这样想的话，你应该反过来想，英文叫 positive thinking。你生生世世啊，生老病死的痛苦，结婚成家立业生子的苦，你都接受了，这一点成佛的苦你怎么会不能接受呢？对不对？你什么苦你都熬过来了，活到现在了，生生世世轮回的苦啊，比这个苦更苦啊，你都接受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有借口告诉自己，哎呀修行真的很苦啊，我还是不要修好了，你是找借口吗？其实上我们呢、啊、众生呢、啊、都喜欢舒服，喜欢放逸，喜欢啊各种享受，所以要他精进啊是很难的。所以佛只能以方便力告诉你，好吧，那你就不要成佛，那先这样子来劝你做圣人。举个例子，阿难尊者，你知道他为什么出家吗？他看到马胜比丘非常庄严，说，哇，你都这么庄严，请问你的老师是谁？他说，我的老师是佛陀释迦如来，比我更庄严。他说，那我要去见他。其实阿难尊者是希望自己将来做更帅的美男子，他是这样子学佛的，知道吗？他是真的爱漂亮而学佛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动机刚开始不是很清净， OK 啦， acceptable， 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是他看了佛以后呢，他跟在佛旁边呢，佛呢用2次的度了他，第3次他才觉悟。第一个，他呢想他俗家的太太啊，难免吗？结了婚了以后很难想到他太太。就有一天佛就说，你想太太是不是？你想美女，好，我带你去天上的美女。哇，那天上的美女是太美了。佛就问他，你觉得这个美呢还是你老婆美？我老婆黄脸婆，丑死丑死，这个很美很美。佛陀，你告诉我，我将来怎么上来呢？对不对？我怎么升到天上？佛就说，好，要修4无量心，要修禅定。所以他勇猛精进，为什么？他想升天。
他有一个强烈的但是不太亲近的动机。过了一阵子，有一天呢，佛呢又带他去地狱。佛有神通嘛，佛知道怎么样调伏自己的弟子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这么有福报，跟在佛旁边都还这么难度，那何况我们这些呢？所以叫做没法度，就拍头哎，菩萨很难做，众生真的很难度，真的众生很刚强难化，习性恶业都很重。最后佛呢就用神通力带阿难尊者去到了地狱恶鬼畜生。有一天就看着油锅，刀山剑树油锅都是满满的，好，这是业力显现。那突然呢，有两个呢无毒鬼王站在那边，有一个油锅是空的，那油呢一直煮的。那这时候阿难尊者觉得很奇怪，当然佛有神通，他说不要问我，你走前去问他，问那个无毒鬼王，你就会知道答案。他就走过去，他说善哉啊无毒鬼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狱都是满的，为什么这个油锅是空的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等一个佛陀的弟子叫阿难，他升到天上然后去享受美女造恶业的时候，等业力呢享尽福报享尽，懂起来这个油锅就是等他的。他吓了一身冷汗，他说我就是阿难，然后他就跑回去了。佛陀我们赶快回去吧。从此他才真正的对佛忏悔说，我跟你出家的心，第一个我是相貌庄严，第二我还是放不下美女，第三我还是贪恋世间的享受。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佛讲的苦空无常无我。所以你知道阿难尊者是很难度的，对不对？可是从那个时候啊，他就真正的真正的心是在正法之上的，了解吗？所以佛出世了，他是尊贵万德庄严的佛陀，都要有这样子。为什么呢？下面偈颂讲，众生处处执着。所以昨天的问你，你最放不下的执着是什么？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知道，师父也大概知道。待会我们讲念佛的时候就会知道。所以佛要引导他，让他出什么呢？出六道轮回。所以佛才讲声闻跟缘觉法。那若有大乘根性的人，佛才为他讲菩萨道；若有众生愿意求生净佛国土，佛才会放光为他说十方无量无边的净土。当然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你才知道，越读佛经越多，你才知道佛真是大慈大悲的。请看37页第13行戊二腾已请，这时候就特别的Showing this doub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urning Dharma wheel， 就是正式开始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的对话。然后呢，舍利佛想要为众生祈请讲这部经，可是佛刚开始呵斥他说：“哎，不可以，因为这个法太深了。”请看，己二己一序仪分二，更一金家序，金家序就是这个。尔时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阿若交成如如是等1200人，即发了声闻辟支佛心的圣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作是念。可见佛度的众生是七众弟子无量无边，他都度。更二身正身仪，今者世尊何故？为什么殷勤恳切地用各种善巧方便称扬赞叹而作是言？言什么呢？佛所得的甚深佛法，甚深甚深，难解难解。有所言说，意趣难知啊！一切声闻辟支佛都不能够及。为什么呢？佛所说的解脱意，我是指声闻众，声闻众，我也得到啊。道于涅槃啊，可是佛今天讲的东西啊，我都是呢如聋如哑，完全听不懂，不了解今天佛到底要讲些什么。好，在阿含经里面说，佛跟阿罗汉都叫做阿罗汉，都叫罗汉阿罗汉。佛有时候问说，诸弟子，佛是与你们共同的，所以佛在出家人戒律里面结魔的时候，佛也是投一票而已。佛不能说哦，我是佛，所以你们呢在投票的时候我一票就可以抵100票，
佛说不可以，我跟所有的比丘众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跟阿罗汉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佛讲是一样的。但是很多的大阿罗汉，像迦摄尊者、舍利佛、须菩提跟富罗那弥多罗尼子都想，我跟佛一样，可是佛常常有广大的神通，他可以度很多的菩萨，有各种的游戏神通自在，为什么我们没有呢？可见佛还是跟我们不太一样，佛叫做大阿罗汉，知道吗？所以从这个基础来讲，当他们一生跟着佛的时候，有些佛讲的经典他们听不太懂，但他觉得奇怪，我跟佛都是圣者，圣者就是说出六道轮回的圣者，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佛啊，功德、智慧、悲心可以感动无量众生，可是我们阿罗汉没办法哦。他们想，因为佛过去本身经里面生生世世都做菩萨，所以他就想，今天佛有这么殊胜的果，那我们要学他的因。所以在声闻众里面分很多类，其中有一类叫大乘种性的声闻众，就发心行菩萨道，这就是大乘佛法产生的原因，了解吗？好，所以虽然有些佛的弟子，舍利佛、目犍连、须菩提、迦摄都是现声闻相，但是呢，有些真的是声闻种性，有些呢，他虽然现声闻相，但是他内心啊，想跟佛一样，所以他也会行菩萨道，但是他的菩萨道跟我们大乘讲的菩萨道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普贤菩萨发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我都度他成佛，阿罗汉不敢发这个愿，他想众生太难度了，我连自己度我自己成佛都还很长远，那何况度众生呢？可是行菩萨道的人他就敢发这个愿。所以这一段是讲为什么很多声闻会说我也证入了涅槃，这里的涅槃请看37页22，道于涅槃，你旁边可以写一下叫有余涅槃，有余就是还是有剩下，余就是剩下。佛呢反过来讲是无余涅槃，余是完全剩下的一点烦恼都没有，所以它叫无余涅槃，声闻叫有余涅槃，这是两个它不同的地方。再看38页己二请觉，三请二指分三更一，第一次请舍利佛请了三次，第一次请有看新一长行文分二，他先讲长行再讲寄诵，看人一成一二十，舍利佛他是声闻众当中智慧第一的，他跟须菩提尊者一样是解空第一，般若波罗蜜里面我们讲舍利佛还有须菩提，他有神通，他知道与会四众弟子的心中的疑惑，自己呢也不能解决自己的疑惑，所以他恭敬地站起来合掌，请问尊贵的佛陀说，世尊啊，是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你苦口婆心地一直重复地赞叹诸佛的第一方便呢，又赞叹诸佛得到甚深微妙的佛法，而且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用凡夫的心去了解的甚深微妙的佛法呢？人二诚请，我舍利佛从跟佛出家以来，从来呢都没有离开佛过，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过佛今天这么特别，这么特别的说，今天与会四众呢都有很多的怀疑，唯愿世尊大慈大悲，很彻底的明白告诉与会道众，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你要殷勤赞叹甚深微妙的难解之法呢？啊，这个并不难懂。好，请看幻灯片，看一下，好像灯光不是很好哈，啊，没关系吧，就这样。好，这个是在菩提迦耶，菩提迦耶旁边会有 International Temple 国际的，那这个是由日本人所建的很大很大的释迦牟尼佛，用石头雕的。好，若你有机会去菩提迦耶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的这个寺庙，日本人对于佛教文物呢是保存的非常的好的。接下来再看
很少你会看到旁边有教十大弟子。我不知道新加坡哪个寺庙有标过十大弟子，很少吧？最多就是指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你很少想到舍利弗长什么样子，须菩提是长什么样子，或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是如何呢？当然佛的声闻中有无量无边，以这十个弟子做代表。好，那这个十个弟子是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那因为我拍的时候有一点点反光，所以有一点黑。其中有一个 Shariputta， Shariputta， 这是巴利文，就是舍利佛，梵文叫做 Shariputta， 就是舍利佛的意思。舍利就是 Shari， 我们讲供佛陀的舍利 Shari。那舍利弗尊者非常的庄严，他很年轻，相貌非常的好，他呢袈裟非常非常的庄严。好，对不起，你们的幻灯片都不太清楚，很抱歉，这个电脑转换的这个话术。然后呢，但是呢他永远有一个虔诚的心，所以他相貌非常庄严，他修空性的智慧是很高的。好，接下来再看24行，38页24行，心二寄送分五，人一送一二至。尔时舍利佛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22颂：慧日大圣尊，久乃说是法，自说得如是，立无畏三昧。这个并不难。佛陀的智慧像太阳一样广大无边，他是究竟最圣最尊贵的圣者，所以他才能够说这样甚深的佛法。他不但说自己也证得到如是的境界，所以他有实力四无所畏跟各种三昧。在寄颂里面很短，叫力无畏三昧，事实上是实力四无所畏跟无量三昧。23佛有禅定解脱等种种不可思议的佛法，所以道场当中所得到的佛法因为太深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发问。我24颂，我是指舍利佛，其实舍利佛也是佛神通加持他才站起来而问的。我呢也觉得这个智慧太广，没有人问，那干脆呢我就站起来为大家祈请，所以叫无问而自说。那赞叹佛所行的这个菩萨道是无量无边的，智慧甚深微妙，诸佛所得的境界呢是广大无边的。接下来看39页，人二送三乘四众仪。25无漏的诸阿罗汉，这里的无漏刚才讲叫有余涅盘，即求证的涅盘的人，现在与会大众都产生了很大的疑惑。什么叫疑惑？你旁边讲叫做不能通达法无我。阿罗汉以及证涅盘的人，他通达人无我，他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苦空无常无我的，他对自己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他有神通看得到，可是对于外在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法他有些还不通达，所以他还是有法无我的障碍，所以叫做精阶堕疑惑。佛为什么如是特别的说呢？26凡是求圆觉，刚才讲声闻缘觉的比丘比丘尼跟天龙八部跟钱达婆，所有的天龙八部啊都27颂，彼首的呢相视怀犹豫，就彼此这样看过来看过去，大家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然后呢就一心一眼看着佛瞻仰两足尊。为什么佛今天这么说呢？希望佛能够大慈大悲讲得详细一点，愿佛为解说。请看宋人三宋字仪，39页34行，28颂，于诸声闻当中，佛赞叹我舍利佛智慧第一。我今天连我对我自己的智慧啊都怀疑了，疑惑不能了，我也不知道佛在讲什么。为是呢，佛为什么要讲这个究竟法呢？佛要讲的所行道是什么呢？我也有点疑惑。翻过来人四40页第8行，送佛子仪，就是总共讲所有佛29颂，佛口
所生子。佛口所生子是指什么？叫做佛子，也叫法王子。佛口所生子就是指菩萨摩诃萨，你可以写在旁边，就是指菩萨摩诃萨。有些初地菩萨他也不知道，有些像文殊普贤、当然他们知道，可是初发心的菩萨有些还是不知道。所以合掌瞻仰的等待，希望佛出微妙的音声，如实说。再把如实说这三个字画起来，如实说。如实说简单的讲就是不打妄语，如实说简单的讲就是对一切现象很清楚的描述。如实说讲的比较深一点，如是指如如不动，实是指实相离体，要与《般若波罗蜜经》相应才叫做如实说。所以这三个字请画起来，你在读《般若经》的时候会常常出现。换句话说，他希望佛不但讲大法，而且能够与圣义地相应，叫如实说。接下来，人五总名同仪请，三十颂。诸天龙八部鬼神像树如恒河沙一般，求佛无上的佛果的这些大菩萨与会大众有八万人，可见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听众是如恒河沙这么多。不单单我们娑婆世界，他方世界、无量的世界里面都有来听《妙法莲华经》的。那与会的大众，他是举例比较有名的八万菩萨，事实上菩萨不止八万。接下来三十一，又有万亿国的转轮圣王，这个世界跟他方世界的都合掌以恭敬的心来想要听闻具足圆满的成佛之道。好，这是第一次祈请。好，再看十幻灯片。所以韩国这个石窟庵的释迦牟尼佛雕得非常庄严。再说一遍，若有机会去韩国，应该好好去顶礼，因为它象征的大乘佛法，佛的智慧广大无边。接下来再看根二，第二次请法，四十页第二十七行，心一，第二次指，指就是 the second objection， 佛拒绝了，请看经文。尔时佛告舍利佛 Stop 你不要说，你动什么念头我知道。假如我要说的话，一切世间的诸天人、以及人道的众生都会有 big shock big impact， 就是会很大的震撼，就会说哎呀，这个一定是魔说，他会不相信的。心二，第二次又在情景祈请请法，舍利佛又站起来，又顶礼佛陀：“世尊，唯愿你大慈大悲，宣说无上的魔法；唯愿你大慈大悲，宣说无上的佛法。为什么呢？与会大众啊，有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呀、阿僧祇是指印度的数字，无量无边的意思，都曾经见过这个世界的佛、他方的诸佛，所以他们呢，诸根都非常的猛力。”智慧都很明了，闻到佛所说的法应该会相信的。所以佛陀啊，你不要怀疑，请你大慈大悲而说吧。四十一页，尔时舍利佛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请看三十二颂。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南瞻部洲五浊恶世娑婆世界的尊贵法王，所以听好，法王不是乱赞叹人家的，他是要成了佛才叫法王。我们称赞人家一般称为法师就好，也不要叫大师，更不要叫上人。我是跟你讲真话，这些赞叹的太过度了。除非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话，他也会按照佛教伦理赞叹人家法师，以法为师就很好了。讲导师只有指释迦牟尼佛，没有几指别人。三界的导师他是证悟了可以示现八相成道才叫做导师。有些人赞叹别人，我觉得都太过了。好，我只能点到为止，我是以经论而说，你自己用智慧去判断吧。所以法王是指三界六道一切的众生自己已经证悟了，
彻底永脱轮回，可以用无量的善巧方便呢，不管是各种的善巧方便，都可以度众生走向成佛之道。所以法王是非常非常尊贵的称呼的，你要有那样的功德力才叫法王。无上尊就是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贵的。希望呢，你不要担忧，真正的慈悲为我们演说，是会无量众啊，有能尽信者。好，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点，舍利的佛的智慧的确比不上佛，因为他告诉呢佛陀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无量的这个众生啊，都善根具足了。可是呢，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有5000个人就站起来，对不对？可见这5000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呢、啊，舍利佛智慧没有看到，这就说明了阿罗汉跟佛的智慧的确是有高低的，这样了解吗？因为假如他知道的话，对不起，麦克风不要开那么响，回音太强了，谢谢。假如他看到的话，他不会这么说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知道。对不对？他不说不是不慈悲，是因为与会大众会有500根性的人，假如不契机你现在他讲，他会谤妙法莲华经而堕地狱恶鬼出生。佛在后面的品有讲，这是第二品，佛没说，后面佛有讲。为什么我等5000的人哗啦哗啦退席，佛说了一句话，退一加以呢，表示佛可以看到阿罗汉看不到的神通。在经典里面写说，阿罗汉最多看你500世，501世前一世他就看不到，菩萨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说南传佛教跟大乘佛教它还是有差别的，你也不要去变，从龙树菩萨变了几千年了，你也变不过龙树菩萨。小乘佛法，我们讲南传佛教好了，现在不用小乘，南传佛教也是佛的正法，但是它就只能证阿罗汉。大乘佛法，北传佛教是佛的大乘佛法，所以这里说明可以看得出圣者之间的智慧还是有差别的。请看第三次祈请41页第18行，更三第三次请法分二，第一次心一，第三次佛又制止了。请看经文，佛复指舍利佛，若说世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经仪，真上曼比丘将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大火坑。好，这里要注意真上曼比丘，可见呢，出了家的人，若是你贪嗔痴比较薄，但是要小心，最大的烦恼是什么？骄慢跟疑惑。当然呢，我们现在的凡夫呢是贪嗔痴慢疑五个都很出众的，但是从这里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佛的这个会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啊，都是多生多劫有善根的，他的贪嗔痴烦恼还有，但是他比较能够透过佛讲的教法去调伏你的心性，所以出家是很不容易的，做一个很好的出家人是要多生多劫的善根的。接下来再看33，直指不虚说，我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所证悟的微妙难思的佛法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与会大众就有真上慢的人，听到了一定不高兴，听到了不但不高兴，会毁谤，就会谤佛法。那这里呢，我要公开回答，新加坡的莲友又开始怕谤佛法了。那你可能会问，他说，那请问那这样子到底要不要念法华经呢？还是要念。好，注意听，佛从两面说，佛说法有世俗谛跟圣义谛。对于你有善根的人呢，他会跟你讲，这法华经啊很殊胜，很殊胜，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修行，所以你要来修学，这是正面的善巧方便。假如你这个人很狂妄，佛就跟你讲，小心你的因果，小心你的狂妄，谤法是会堕地狱恶鬼畜生的，知道吗？这叫遮难的说，从负面的警惕众生。所以佛讲经说法，他会看状况的，看众生根性。举一个的问题考大家，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呢，跟他障碍最大的是谁？阿舍世王，对不对？阿舍王子有没有？可是有一品里面，你有没有发现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当国王的时候敲钟鼓，谁能够为讲大乘的佛法，我就为他做侍者。结果谁？一个仙人来帮他说。那个仙人是谁？阿舍世王的前身啊。阿舍世王可以为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啊。那有一个问题，阿舍世王他生生世世也学《妙法莲华经》啊，为什么他还会堕地狱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闭关念21天《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涌现出来的问题，注解上没有答案。我去问了妙净老和尚，他非常的高兴，哎，给我很好的回答。答案是什么？先不告诉你，回去想一想，动动脑啊！你说《法华经》非常殊胜，非常的殊胜，阿舍世王生生世世也讲《妙法莲华经》啊。有一世，他还亲自为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国王，他是仙人呢、啊。你去看经文，他呢，佛说随我为讲大乘的佛法，我所有东西都是布施，那就有一个仙人跟他讲，假如你什么都布施，我就为你讲经，讲什么《妙法莲华经》。那个仙人是谁？就是阿舍世王的前身呢、啊。那为什么阿舍世王一直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他还嫉妒他，分裂僧团，甚至释迦牟尼佛，哎，嗔心一升起的哈，众生贪嗔痴升起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敢做的、啊，你知道吗？他最后是这样，在指甲上面涂印度最毒最毒的油，毒药毒，然后他就假装的要对佛顶礼，然后爬过去，然后呢想要这样咔嚓擦释迦牟尼佛，当他还没有擦的时候，地已经裂开了，他就掉到火山地狱去了。为什么修《妙法莲华经》的人呢，他也是这样呢？那请问《法华经》没有功德吗？回去好好想一想。 OK， 答对了我可以给他巧克力，小小颗一颗，对不起啊。想一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好，心二，请第三祈请。尔时舍利佛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的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啊，世世呢多生多劫都跟着佛受教化的，如是之人一定能够相信的，而且长夜安隐，就是无量劫来他的身心都很安隐。这里的长夜是指在无量劫轮回之中，他的心在轮回当中可是有正法，所以他的心很安隐，而且多所饶益一切众生。接下来看心二第三请。尔时舍利佛崇拜佛言：尔时舍利佛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翻过来42页34颂：无上的佛陀两足尊，佛陀的两足尊，但对福慧两足尊，不是说佛的两个脚，不是。我们说顶礼佛的两足尊，是指顶礼佛的福慧两足尊。你抓着佛的脚干什么？临时抱佛脚吗？不是，是顶礼佛的福两足，是指福德智慧两种圆满具足。这里的足不是脚，是具足的意思，因为古汉文一字有多义。愿说第一殊胜微妙的佛法，我舍利佛为诸佛的长子，祈请您分别的为众生说。35，是会无量众能相信这个佛法，已经亲近过无量诸佛，受过无量诸佛教化，所以36，现在大家都一心合掌来听受佛的教导。我等与1200声闻众及无量无边的与会大众，都37，希望此会众呢都能够听到佛讲甚深的佛法，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好，这并不难。看42页第31行。今天飞机会开得非常快哈，各位，因为我想多说一点，后面我可以带大家哎修教一些念佛法门跟这个经有关系的。看丁二，广开三显一，断疑生性分三，悟一法说周，周是做周遍的意思 ，completely。Explanation with the pure Dharma completely 叫做法说周。起一，请看43页，正法说分二，更一长行文，
分三一样，佛先讲长行，再讲偈颂。接下来心一佛最后终于允许了，请看经文。人一顺序，尔时世尊告舍利佛，您跟与会大众心情恳切的真诚祈请了三次，我难道可以不说吗？好，注意，可见请法不是请有一次，真正甚深的佛法要请三次。就像我们传统的身座讲经，第一天都有请法恭请法师，请法不是请我，是请尊贵的佛法，要听闻尊贵的佛法都要诸佛加持。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欢喜来新加坡为大家演说佛法。我每一次要来新加坡，其实我很欢喜，但是我都很紧张，我都要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我才敢来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莲友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讲得太深听不懂，讲得太浅，哎呀，这个法师没什么水准，六度波罗蜜我也会讲啊。当然法师无量，经也无量义，各位都是无量劫这个修来的，我当然赞叹。可是我要真正来请为众生说法，其实这是佛力的加持，佛力加持，所以我才能够如法的宣说。同样你听得欢喜，你有善根之外，也是佛力加持你才会来。否则你要来的时候呢，你若没有善根也有障碍的话，那你就没办法来。比方说你想出门，哎呀家里就突然有事了，哎呀你想来听经，多年的老朋友不找啊，无事不登三宝殿突然来找你了，就很多很多的障缘会让你真的没办法来。当然你也可以听 DVD， 但是我相信现场听经有佛力的加持跟看 DVD 还是有一点差别吧，对不对？而且与会大众一起念普贤行愿品，华严会上的佛菩萨都放光加持大家了，所以各位你们每个人的头真的都发亮了。但是呢，你的发亮大概只有两个小时，出了门呢可能呢很多人就变暗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无量劫的修习？请法是至少要请三次的，甚至呢请法要很真诚的，不是像现在一般人，哎，我打一通电话，师父你来讲经哦，你以为你是谁啊？法不是这样请，这样的傲慢跟恭敬是请不到甚深的佛法的。同样的，不但是大乘如此，我可以告诉你，金刚乘里面你跟上师求法啊，灭乐日巴要盖房子盖了八次以后啊，师父磨练了他，他才会教他佛法。我讲灭乐日巴例子给你听，灭乐日巴他听到马尔巴大医师的时候，他非常的欢喜，因为过去的缘，他知道马尔巴大医师呢是正悟的人，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可是他去的时候啊，马尔巴大医师刚开始呢对他都很不好，都给他脸色看。但马尔巴大医师他是在家瑜伽士，他没有出家，他是博通经论的这个易经师，他也有藏传的传承，所以他有太太，我们讲做佛母，就是老师的这个太太。那呢这个佛母啊对他都非常好。有一天呢，这个马尔巴大医师呢就说，我今天要来灌顶了，各位徒弟赶快准备你的财宝吧。西藏灌顶是要拿金银珠宝献曼达拉去大礼拜啊，上师才会求你的法，不是说上师贪心啊，而是你要真正用黄金啊去求法的。结果呢灭了日巴什么都没有，他说我空空如也。最后怎么样，师母对他很好，来来来我的儿啊，来我有一颗啊这个珠宝，来偷偷给你，赶快供养你的上师欢喜。结果呢大家献曼达他都很高兴，灭了日巴一献的嘛，哎呀你供的珠宝是我的，他拿了以后丢了老婆啪嚓退出去啊。结果呢那次灌顶所有人灌到，灭了日巴没灌到了。他想大概师父最讨厌我吧，冤亲债主吧，师父不喜欢我的，凡夫都是这么想的，对不对？然后呢别人呢去求法的时候，马尔巴大医师说非常的慈悲，来来来来精进修持。弥勒日巴的问佛法的说，师父我有问题，你问题这么多干嘛，妄念那么多，去工作啊，做苦工啊。所以他盖了八次又拆了八次，当他第八次拆完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准备好要回家了。他想反正呢，我这辈子杀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我恶业这么重，
我师父虽然磨练我，可是我烦恼还是这么多，我是不太可能成佛了。所以当他第八次呢，他的师父叫他把房子拆掉的时候呢，他就准备打个包包回家了。他准备在打包包的时候，谁来看他呢？师母来看他了。儿啊，我知道你啊受了很多的苦。他的就是佛母哈，就马尔巴大医师的太太跟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要成就无上的佛法是要吃苦的，你连这一点苦都吃不了，你将来度众生的话，那众生要磨练你，把卖掉你或陷害你或毒死你，那种考验跟挑战是比这个多的。所以你看他就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的鼓励密勒日巴，这一听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欢喜，然后他就呢就说，师父啊，请你加持我啊，希望我好好学佛法。结果他就拿着这个包包要出门的时候呢，突然马尔巴大医师的现前，哎呀，你要去哪里呀？我今天非常高兴，我终于要为你灌顶传法啦。他一传的时候是所有弟子里最高的大法，直指他的心性。所以各位，求法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是说法师他要炫耀，而是呢你要多生多劫的。举个例子好了，用台北101大楼好了，你说在第一层大楼你是看不到101的，那个灯光这样晃晃晃你也不清楚啊，你必须往上爬，你到了第50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50层的 view， 就有第50层的善知识。你唯有自己修福修慧往上爬，到了100层的时候呢，佛为你讲101层的教法，当下你就会开悟的。所以当然我虽然成佛挥神之力为大家主法宣说，但是我的功德力也很少，但是你慢慢熏习又慢慢熏习，有一天到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为你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就容易开悟的，了解吗？所以请法是起码要请三次，第一次第二次不成要请第三次，要真诚的去请法。还有你请的善知识为你说法，你要真实的去修学。很多的莲友都会最后说，师父你大慈大悲，你有菩萨戒哦，你不要忘了还要来新加坡哟，拿菩萨戒来压我耶。那我就请问，假如我来新加坡，我讲经每一个礼拜讲两次，你能够每一个礼拜都不缺席吗？先不要问我，先问你，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受了菩萨戒，我随时都可以为众生，因缘成熟我就会讲佛法，对不对？除非我生病，除非我不在这个世界，就算我生病，我可以告诉你、我出家20年，我生病，我只要不要发烧到我不能讲话，我一样生作生法，可是我讲完了我的病就好了、那也是我的业，过去的业，可是这是弘法的功德力。所以这里讲顺序，因勤三请，岂得不说，这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意思。佛不会不慈悲为众生说法的，但要众生的心真正成熟。接下来人二戒序，如今谛听善思念之，心要很专注，好好的思念，我一定会为你跟与会大众分别解说。请看下面，人三拣许，说是与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人三拣许，当说这个话的时候，突然与会大众有比丘跟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5000人从坐起来顶礼佛，就说我要走了。哇，怎么会这样？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老实说我非常大的震撼，我感动流眼泪了。感动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没办法，佛讲经还有人不想听经的，这让我很大很大的震撼。我们不是有一个偈词吗？偈颂说，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多生业障深，不见如来金色身，对不对？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沉沦的六道轮回，佛出世的时候呢、我出世的时候佛已经灭度了。你想想看，要见到佛是多么多么稀有难得，甚至这些比丘比丘尼啊跟佛一辈子出家了，苦口婆心的听佛说法，
可见呢，这些人呢、啊、还没有这个根性听《妙法莲华经》，5000个人，我们在座大概是10倍吧，哗啦哗啦全部退席啊！你看那个场面呢，可能像整个公园突然呢 party 结束一样，统统都走了。为什么呢？佛就说：所以者何？此辈罪根深重，是第一个原因，罪业；第二个，造的那个罪业像树根一样，非常的深。表示不只有一事，很多事。第一个，罪业如树根；二，非常的深重；第三，现世这些人非常的骄慢，都认为自己懂了，都认为自己正果了；第四个，未得，未得，就是没有得到的功德，他觉得他得到了；第五个，未证阿罗汉，他认为自己证阿罗汉。未证初地菩萨，他误以为自己证了初地菩萨，所以有以上这5种过失，所以他的业力盖住了他，心很烦恼。当佛讲大乘的经论的时候，他业力现前，他就坐不住，他就很想走哦。